现出来就是三世佛殿，现在在我眼前就是三世佛殿，非常的雄伟，你看像那个北京的那个故宫的那个太和殿，这个你看它是按照那个北京故宫的那个太和殿的结构，你看没有，这个是至高无上的那一条龙，看没有，这是功德碑，这功德碑是左右都有，而且是六块，上面没有刻字的，这是无字碑，上面好像是没有刻文字的，无字的。这个大殿里面我就不进去了。因为一般是不拍佛像的，是不是啊？拍佛像不好的，所以我在里面就不拍了。这是十二生肖，这是猪、狗、鸡、猴。羊、马，这边是鼓楼，这是老鼠，是不是？这不是老鼠，这个是龙，这个是兔，这个是虎，这个是马，这个是老鼠，对，那就是蛇，这是钟楼。鼓楼的对面就是钟楼，这个石头至少有上亿年，你看这么大一个人偶石，这一般是从那这滴水滴成的，看到没有，这个石头至少有上亿年前才能形成这么大，